他不来，可是他在医院当中呢，好多人去看他，他在那种处境里面实在有盼望，让别人看见有耶稣实在不一样，很多人就信耶稣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无论处在任何情况，我们的唯一目标是什么？就是要得人，容神一人，圣鬼舍己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让我们基督信仰的人不是为得水牛而上教堂，也不是因为要吃五饼二鱼而信耶稣。让我们晓得，主啊，你是造物主，我们是受造物，物归原主，理所当然。如果我们没有与主对齐，如果我们没有归向神，我们就是游荡漂泊的浪子。主啊，你渴望你的孩子不要漂泊，快快回家。主啊，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听见阿爸天父呼唤说，归家吧，归家吧。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